人生在世，无论你怎么活，这世上总有人说长道短，无论你怎么做，这世上总有人指手画脚，不管你有多对，总有人说你不对，无论你做得多好，也有人说你不好。花有千姿百态，却能各自盛开，互不妨碍。人有不同风采，为何相互诋毁，不能各展精彩？能让你快乐的人，就去喜欢；给了你感动的情，就去眷恋；你认为值得的，就去珍惜；你觉得幸福的，就去守候。做人说易也不易，难逞千人心，难调众人口；做人说难也不难，修一颗良心，做一个好人。祸患痛苦的来源都是因为不知足，灾难险恶的来源是因为贪欲过分。很多时候我们迷茫、痛苦、焦躁，其实并不是命途多舛、生活实难，而是都是因为自身的不知足导致迷失了方向，从而失去了感知幸福的能力。谁不知足，谁就不会幸福。不必把有限的时间精力放在追逐身外之物上面，清心将得从容，寡欲则会多受，知足常乐，幸福不请自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